忙呢，思东。嗯。不喝咖啡啊？你就少喝点咖啡，你身体不好。明天要见石总，我再准备准备。昨天晚上没怎么睡，要不回去歇会儿？不回了，别思路断了。现在是午饭时间，饭都不吃啊？叫外卖吧。叫外卖？嗯。别叫外卖了！你说我们都已经吃了那么多天的外卖，实在不想吃了。要不今天回去做吧？是谁让我陪他一起工作的？现在没空做饭了，又不满意啦？好了，都忙这么多天了，不下这一会儿，注意吃，路上还得歇会儿。不想动，再不走，抱你了。来这干嘛？下车。这哪儿啊？之前，你一边要陪我，一边要照顾阿姨，我觉得两头跑太辛苦了，所以原本是想把你和阿姨接到我那去，但我家没有厨房，确实不太方便，所以我跟我先生商量过了，过段时间他也会搬过来，到时候把韩梦爸妈也一起接过来。这样的话，阿姨打麻将也方便，也不会觉得一个人孤单不适应。带你去个地方。慢慢就暗了，手光却不想散，这就是你喜欢的浪漫。这个朝向的风景和采光都是最好的，所以我把它改成了厨房。还记得我们之前您的那套厨具吗？送厨具？怎么看着这么搞笑？这种咱们谁会有？我想要。不是你想要的吗？写啊。嗯，我家厨房好像放不下那么多东西。现在放得下了。吃饭，天天都问你说晚安。
哎，来了。